我们赶快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本周 GN 懒人包的部分。画面上大家看到就是下周会有一个全新的讨伐和地狱哦。这张讨伐卡细尔是一张木属性人族 ，CD6 可以发动主动技，将单数横行的腐蚀转为木墙，双数会转成队长属性强化。一回合内自身不能发动攻击。那这个讨伐一样会有一个专属的武装龙客哦，是给木属性人类用的武装技能。光是第一个我就觉得还不错了，静观自身 CD-2， 所以到时候大家也记得去打讨伐战，把这颗龙客拿回来，消20颗。以上自身会有 1.15 倍，龙科开下去是人类成员攻击提升 25%， 还有队长占有 CD-2。 接着是我昨晚提到的全新地狱级部分，有人跟我说这一只修德就是那个修德，没错啦，火属性魔族 CD-6 可以发动主动技，引爆自身直航符石掉落火魔墙，另外也会引爆暗属性魔族成员直航符石掉落暗魔墙哦。一回合内可以无视燃烧，消除符石后首批掉落的12颗必定为火魔族珠。再来在下礼拜一，也就是4月4号之后，龙金属封印会再加入一些稀有龙科武装哦。那我们这边就带大家看水的就好了，剩下的火木光暗都跟这个水的是一样，只是属性就换成他们自己的这样子。武装技能是延长移动腐蚀时间1秒，消一组4颗或以上的水，自身攻击 1.15 倍，然后自身对火属性目标额外 1.15。 龙科开下去有一个完全回血，水属性成员攻击提升 25%， 还有会把场上数量最多的一种腐蚀转成水哦。接着也是大家一直呐喊的一个新东西啦，召唤师雪莱日记开放新章，这边雪莱终于又要有新技能可以用了。 CD5 可以发动解锁自身及右旁成员被封锁的技能，右旁成员一样有一个 CD-1， 三回合内自身跟右旁会进入一个亢奋状态啊。哇，雪莱的技能真的是越来越变态了你敢相信这是免费卡吗？太可怕了吧。最后就是四月的挑战任务啦，在下礼拜一会开放哦。 OK， 以上就是本周 GN 懒人包，带大家抢先看一下，大家对于接下来的活动有什么看法都欢迎下方留言讨论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拜拜。